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72面，772面。我们从第四行看起，这是一个段落啊。应勤修行一下，表就近而立，自觉觉他，但当遵顺佛语，坚持经法。辛勤修习，两报佛恩。随顺我教，当效于佛。常念四恩三句，均持尊师重道，依教奉献。前面我们学到此地。佛的这个三句话，随顺我教。为什么要随顺？现代人几乎听到这一句话，看到这一句文字，都会有这个疑问。我为什么要随顺？当效于佛，为什么要效于佛？常念师恩，师对我有什么恩？现在全是问题。整个世界都趋向商业化，老师对我没有恩呢？老师教学我花了学费，这不是买卖呀？他是卖方，我是买方，有什么恩德？所以今天传统文化与佛陀教育的推行障碍就太大了啊！随顺我教，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所教的全是自信的流露。随顺佛陀的教诲是随顺信德，这话是真的吗？几个人能听懂？几个人能相信？千真万确。可是现在人比古人对这一方面接受的能力差距非常之大，基本的一个观念，中国人、印度人知道，中国人基本的观念是人性本善。过去孩童读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是说：“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呐，
千万年前呢，我们的老祖宗肯定的，承认的。这一句话里头所含的深意，就是人人都是圣人，人人都是贤人。佛陀教导我们，说得更究竟、更圆满。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说得更干脆那换一句话说，人人都应当成佛，都应当成菩萨，你就完全正确了。佛教导我们的是什么？教我们回头是岸。回头，你就是佛，你就是菩萨。这能不随顺吗？不随顺，你永远回不了头。只要你肯回头，不随顺也是随顺。佛菩萨没有自己，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佛菩萨没有名利，你排斥他，你不愿意亲近他，只要你回头，只要你回归自信，回归本善，佛菩萨没有自己。这一部经上就讲得很清楚真正的自己没有形象。跟现代科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真正的自己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这是自信自信什么都不是自信能生一切法。一切法不离自信，你我他都是同一个自信，没有分别。所以明心见性的人，心里头没有名闻利养的概念。永远是平静的，永远是清净的。一丝毫的执着都没有。所以随顺我教就是随顺自信。中国人讲的随顺本善。佛是本觉，随顺本觉，就这个意思。当孝于父，孝是什么意思？孝是一体。中国文字，这个文字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符号，体会你的意思。上面是老，下面是子，你从这去体会。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叫孝。那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这个意思就表示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
过去未来是一体，这从时间上说，从空间上讲，十方三世是一体，真的，一点都没错。什么生活？十方三世，过去未来通通是空。近代的物理学家承认了，他们称之为最新的前卫科学，这刚刚起源，刚刚开始，叫前卫，这个发现是新发现，现在这个还没有推动啊。全体来认识，只有很少数的人认识，但是现在学习的人越来越多了，都是佛在经典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呐，无际的时空，时间跟空间里面，在佛法里叫变法界。虚空界，这里面变化无穷啊！为什么会有变化？佛说，因为你有念头，它就有变化；你有分别，你有执着。就有变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就没有变化。设法界一真庄严，科学家发现了，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是一个不可捉摸的现象，刹那刹那之间都在变化，诸佛十宝庄严土，华藏世界、极乐世界没有变化，它有现象，没有变化。这都是佛在大乘经上说的，唯心所现，极乐世界是唯心所现，设法界里面呢，唯心所现之外，还有个唯识所变，就是它有意念存在，有念头，就有变化。诸佛化身菩萨所居住的报土。叫十宝土，只有心性，没有识别。因为居住在那些人那个地方的人，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那个世界永恒不变，寿命无量。古德有说，这个寿命是有量的无量，那就要说明诸佛十宝庄严土怎么来的？心现的，真心，真心就是自信。就是净宗所讲的常寂光，这里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会现象？这一桩事情，我们在前面都学过，
常常提出来温习一下，为什么？它太重要了。这就是《法华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之见呐，叫佛知佛见呐。这个知见是正确的，我们凡夫知见是错误的。知见就是思想跟见解，我们把什么东西全想错了，全看错了。那佛知佛见，这正确的。你回归自信的，你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佛是彻底觉悟的人，他的看法、想法是正确的，一点错误都没有。啊，他知道事实真相，变法界、虚空界就是空，只有一个我，除我之外什么也没有，这是真空。这个身体不是我，能够思维想象的也不是我。啊，变法界、虚空界才是我。佛这么说的，近代科学家也是这么说的。啊，这是德国普朗克带头啊。他一生研究的结论，真的。他把物质是怎么回事情搞清楚了，也说得清楚。物质是怎么回事？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象，它不是真的。所以物质现象总是随着我们念头在变。那我们每一个人身体念头就像是个无线电的发报机，我们的信息永远没有止息的传播出去。啊，传播的速度多快呢？一秒钟1600兆次，这个频率，一秒钟1600兆，这个速度发出去。啊，我们同时也是个收报机，啊，也在这样速度之下，接受到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的意念。啊，意念的感应非常灵敏。啊，现在人所谓心电感应，心灵的感应。啊，善与善相感应，恶与恶相感应。我们发出去是恶念，会引导变法界、虚空界那些恶念都到我这来了。所以今天地球变成这样的，这么多灾难呢，实在讲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近代的物理学家他们相信呢，美国的布莱登居然说啊，去年8月在悉尼这个科学会议上讲的，应对
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方法啊，他说的好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他希望地球上的居民在这个灾难当中赶快就醒过来，觉醒过来，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你看三句话就能把这个灾难化解，不但化解，而且会把地球 带上更好的走向。是好事，不是坏事。这话几个人能听得懂呢？几个人听了之后能肯信呢？啊，佛菩萨懂，真正修学大乘的人懂，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啊，他的著作很多，有不少都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看到很少部分中文的译本，知道他这个理念呢。啊，这是好啊。最近两三百年，科技完全向物质现象一面倒。啊，今天问题出现了，物质不能解决。啊，所以这些人发现，物质原来是意念形成的幻象。物质的基础就是意念，就是念头。他们今天用意念来解决物质问题。这个方向正确了。啊，而且告诉我们，少数人的政治政见也能帮助多数人不正确的知见。啊，这个道理我们懂，中国古人常说的邪不胜正。啊，少数人是正念，多数人是邪念，多数人可以保佑啊，这少数人可以保佑多数人，纵有灾难不至于有大难。啊，少到什么程度呢？啊，科学家把它计算出来，1%的平方根，啊，他那个时候计算的，应该在10年前吧。这个世界上人口65亿，用这个做总人口的这个。数字，那1%的平方根大概只有8500万。换一句话是，这个地球上有8500万人正知正见，地球上灾难就能化解。啊，那么现在联合国公布，啊，今年年底地球人口到70亿了。啊，70亿1%的平方根，我相信不到9000人。啊，这世界上有9000人，就能救地球啊。这是理论。
事实呢，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好人啊？能够舍己为人的人，找不到啊！如果真能找到啊，真管用啊！可以从科学上做实验呢、啊。啊，真管用。啊，那我们学习大乘的，学了60年了，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善念里头，最善的念头，这一个善念可以抵一般10000个善念。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的啊，这个念头是什么？叫念阿弥陀佛。啊，不是口念，口念没用处，要心念。心口也如，口念阿弥陀佛，心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你要想真正知道这一句佛号功德，这一句佛号的力量，科学家所讲的能量，这个意念的能量，那么你得认真学习这部经。啊，这部经这一次我们讲了1000多个小时，啊，讲了1100多个小时了。我们这样讲下去，我估计全经讲完大概1300个小时可以讲完。啊，一天讲4个小时，一年讲一部，真正用心听，具足印光大师所说的条件，沉浸，我们能有10分的沉浸心。20分的沉浸性就能听得懂，没有沉浸性呢，听不懂啊。啊，那听这部经不能说没好处，阿赖耶里面种个善根，在这一生当中不起作用。啊，这是阿赖耶里头有种子，来生后世会起作用，不在这一生。这一生要具足10分沉浸，这一生就起作用。啊，肯定帮助你，你意念的能量产生巨大的力量啊，这个力量可以改变自己，不但改变自己，可以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啊，世界遭再大的灾难，不是没有问题解决，有啊，有非常圆满解决的理论，有非常踏实的方法。啊，你不相信，那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是世出世间一切法最基础的能量，
有信心就能有成就，没有信心什么成就都不可能。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的危机，真正的危机实在说是我们信心丧失掉了。啊，我们问问周边的人，你问他有没有信心，他相不相信自己，他相不相信父母，相不相信兄弟，相不相信老师，都没有信心。相信宗教吗？不敢相信。相信圣人吗？圣人过去了。说圣人那个东西不适合现在时代了，跟不上时代了。信心是真正的危机啊。玛雅灾难预言不是真正危机啊，信心没有了，比那个危机还要严重啊！啊，不知道大多少倍呀！啊，所以这个经文必须解释清楚，随顺自信啊，当效于佛。是你应当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你爱不爱自己？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不是二。真正自爱者，他能爱一切众生。不爱一切众生的人，绝对不爱自己。他那个爱自己，全是自私自利。他不是爱，那就叫佛法叫情执。啊，他不懂爱，完全迷失了心得。啊，常念师恩。老师善知识教导我们呢，没有他的教导，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实真相？一个人的一生，父母的恩最大，老师的恩跟父母没有两样。在中国古代社会上，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的恩德看成平等。啊，最明显的从称呼上能够体现出来。古时候一个人有名有字啊，什么叫名字啊？名是名，字是字，名父母取的，一生不能改变，改变是大不孝啊！一生成名，只有父母。你做到宰相了，皇帝跟你见面都称你字不称名，尊重你啊！如果称你名呢，你就犯罪了，你判刑了，
啊，这个时候他称你名，称你名对你一点不客气了，责备你了，称字是对你恭敬的。可是一生除了父母称名之外，老师称你的名，老师的地位跟父母平等了。佛法常说，生命得自于父母，慧命得自于老师。老师对待学生的看法，比自己儿女看得还要重。全心全力要把学生教好啊，没有私心呐。啊，古时候参加考试，啊，考举人，考进士，这个老师教的学生。考中了，他自己的儿子没有考中，人家对老师的赞叹，老师学生教得好。如果自己儿子考中了，所有学生没有一个考中的，这个老师在这个地区就没有面子了。一家批评有私心，你看对他儿子教的考中了，其他的人都考不中啊，他在这个地方甚至不能立足，羞愧呀。啊，老师的恩德能不知道吗？知恩他才会报恩，不知道恩德他就不会有报恩的念头，那么现在没人教啊。现在人都不知道父母恩、老师恩。在从前谁教啊？父母跟老师互相来教。啊，父母的恩要老师来教学生，告诉你父母怎么样辛苦把你养大啊，怎样的爱护你，对你的期望，学生才明白，回家才懂得孝顺父母。而老师的恩呢，要父母教，交换的来教啊。啊，这个人才完全明白了。啊，父母跟儿女面前不好意思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要孝顺我。啊，他反过来问说，我为什么孝顺你？都说不出口，老师也不可以说，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尊重我，说不出口的。父母教啊，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现在没人教了，父母不教子女尊师重道，学校老师也不教学生孝顺父母了，所以今天的社会不孝不敬啊。那么在古时候，社会所有一切不善，所有一切混乱，
那个根源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孝不敬，这是根，也是一切灾难的根，也是一切病患的根。那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刚坏掉了，怎么救啊？没法子救。就像以前李老师说的，李老师常说，不是说一次，今天的社会，诸佛菩萨神仙下凡也救不了。这什么意思？更坏了。中国对于这个根疏忽了两百年了，两百年前家家重视啊，人人知道啊，两百年之后没人知道了，没人讲了。祖宗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没人讲了。去年我在台湾治牙齿，看到高雄的街道，还有八德路，还有四维路，还有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做街道的名称，但是没人讲了。为什么叫八德？不知道的人很多啊。什么叫四维？不知道的人更多。古人对这个非常重视，把这些传统文化用艺术的方法表达出来，广泛的在推动中国的戏剧、音乐、舞蹈，它的内容都是这四课。因为古时候学校少，靠什么来推动呢？要靠这些活动。见识、驾驶这些艺术表演的内容，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表演，这些不认识字的人，没有上过学的人，懂得做人，讲道德，遵守仁义，著书立说
也是宣扬这些传统文化了。满清末年这100年当中，疏忽不重视，有讲没有行的，在佛法讲啊，这末法。满清亡国到现在这100年当中，说的人都没有了啊，那在佛法叫灭法，法没有了啊。现在要想恢复，得慢慢起来，从灭法恢复到末法，末法恢复到相法，相法再恢复到正法，要多少时间？至少要4代以上才能恢复啊！我们怎么努力，在我们这一代决定看不到，这是要知道。我们充其量把传统文化的种子保存下去，不要叫它断灭啊，能传1个人2个人，薪火相传，看起来小事，但是神圣的事业。在历史文化传承上，这是大事，这不是小事。没人知道啊，默默无闻呢。认真努力在学习，首先成就自己，自己这一生走的路，圣贤知道。学佛，佛菩萨之道，大乘道啊。这三句话了，真正明了，真正懂得。三句，我们接下去看，君子尊师重道。依教奉献呢，只有师道，能帮助传统文化大乘正教不至于灭绝。只要有1、2个人。真的认真在学，正法就能够慢慢的常住世间了。历届行人不可私心自用，违背本师历经叛道，如果这样的，这就是私心自用啊！圣贤教育快要断了，不要紧，有我在，我取而代之，这叫私心自用。看起来，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他有没有能力真正集成道统呢？不能集成，是在老干生心智啊，这是集成啊。中国传统文化像千年古树，
啊，神树啊，三千年以上称的神树啊，他发心智啊，开心叶，开心花，这是成传，而不是什么这个不要了，我在另一个地方再生一个枝出来，那叫私心自用，那是违背本师。历经叛逃啊，啊，他自己要搞自己一套啊，用自己的知见来解释佛经，自己是个妄心呐，不是真心呐。佛所讲的经是用什么心流露出来的？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的。我们有自私利，我们有名闻利养，我们有贪嗔痴慢，我们用这个心来解释圣贤经典，就解错了。不是如来真实意，是我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他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意。啊，如果我完全不要他，我建立一个新的学说，这都是属于私心自用。你自己建立的时候，能超过别人吗？不能。首先你要肯定，你要承认，决定不能。啊，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不能？人家心清净，我心不清净，我怎么能比得上他？他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我还有，我就不如他。啊，他无我，我有我，我执着这个身是我，我执着能够思维、能够想象的这个生活，人家都不执着。比不上啊！啊，孔老夫子，后人称他为圣人。圣人当中的大圣人，就至圣呐，至高无上的圣人呐。他老人家一生用什么心态去修、去求学？我们应当要学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说得很清楚，我自己这一生没有创造，没有发明，那么我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啊，教导学生，传给后世，全是古圣先贤的，没有自己的东西。这叫私乘。啊，那么没有私乘的，就是私心自用。私心自用是否定过去，认为现在胜过古时候啊。这个观念
错了，错得太大了，错得太离谱了。啊，我们如果说不是，这几十年来，圣贤典籍的熏陶，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也错了，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啊，认为自己是对的。反过来说，认为古圣先贤是错的，认为佛教经典是错的。啊，幸亏最近二三十年，量子物理学家啊，真的揭开宇宙的奥秘，居然跟佛经讲的是一样的啊，他们救了佛教。他们替释迦牟尼佛做了证明，近代所发现、所研究的，原来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或许越往前面发展，对大臣越有利益。啊，科学接受了，科学肯定了。啊，布莱登有一本书叫《无量之王》。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贤首过失还原观里面所说的三种周边。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第一种周边是能量。无论是物质现象，或者是起心动念，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啊，《华严经》上这样讲，没人相信啊。古来大德为我们讲这些东西，我们都到了。或者听到了，半信半疑，半信，我们从什么地方升起信心？啊，是凭这些人的德行，这些人不打妄语，不会骗人，我们相信他。疑惑的是呢？这个我们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理论依据在哪里？不知道。啊，虽然经典是讲清楚了，我们看不懂。我们是在讲，看到科学报告，回头来再看看这些经句啊。那为什么？那些科学实验做证明了，没有这些科学报告，真的是半信半疑啊！这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心不够清净。真正清净心，清净心就是禅定，
这定生慧呀，定中你把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了，你就相信。啊，所以佛说，宇宙的现象，就是宇宙的缘起，啊，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八地以上才能见到，叫圆角啊，七地以前没有见到啊，八地菩萨才接触到，啊，八地以上。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啊，大乘教里面，菩萨的等级，52个阶级，最高的五个，统统见到。只有他们清楚啊，他们明白，他们真得受用。那个时候你要什么大自在啊，啊，他们所证的叫清净法身，清净法身没有相，清净法身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它都在。一切处一切时，没有他不在，他就像虚空一样，他没有任何形状。啊，三种现象他都没有，这三种现象就是物质、精神、自然，三种都没有。啊，可是他能现，他能变。什么地方的人有感，跟他有感，他就在什么地方出现。《楞严经》上所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感他就现，感要失掉了，他就没有了。这叫得大自在啊。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现身。所以现身，现身是帮助众生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就不见了。那他又回到常寂光去了，真自在啊，痕迹都不留。啊，为什么不留痕迹？没有必要啊。有痕迹就有麻烦了，没有痕迹，什么麻烦都没有啊。隐现自如，隐现自在，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多自在，比十报土自在多了。啊，十报土里头的人，无事无名，习气没有断干净，是很自在了，比不上常寂光的自在。常寂光是究竟圆满的大自在。当知菩提之道，道是方法，菩提众生的方法，守在呀，当令十法久住不灭。这是教给我世尊嘱咐，要把这个法广义的，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下义的就是这一部经
就是这个持名念佛的方法，善中之善呐、啊，没有比这个更善了、啊。啊，现在人最爱的是什么？最爱的是钱的，没有一个不爱钱的。啊，一爱钱，我就用钱来做比喻。极乐世界是遍法界虚空界里头第一银行。阿弥陀佛是这个银行的总经理啊，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就是向这个银行加股东啊，一声佛号就加一股，一万声佛号你就加一万股啊。极乐世界属于谁的？你有股东在里头，就是你。啊，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劫前在因地，像我们这样身份一样啊，出家修行，发四十八愿，这四十八愿用无界的时间落实了，所以极乐世界是四十八愿功德的成就。啊，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本钱呢、啊、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带头的，我们现在拼命去投资。啊，我们有股权呢、啊。极乐世界我们在那里有一分的，我们投资的力量越多，你在极乐世界身份地位就越巩固，就越高。啊，那个世界是极乐，没有苦，没有灾，没有难，人在那个地方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病痛，啊，没有短命的，人人都是无量寿，从有量的无量，最后修成真正的无量。啊，你证到常寂光了，证到妙觉果位了，你就真正的无量了，啊，等觉还是有量的无量，妙就真正无量了，从有量的无量入无量的无量，机会难得啊！什么人能掌握住呢？心里面的佛号不间断，这个人掌握住了。啊，心里有阿弥陀佛，口里常念阿弥陀佛。口里常念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自己念佛求生净土；第二个是教化众生，影响别人。所以畜生念佛是自利利他，自他而利，不畜生念佛是只有自利啊，没有利他。
道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会真干了，死心塌地去干了。啊，念佛这个方法绝对不能中断，这就是是法久住不灭。未令久住，故云当坚持之。我们的修学要坚持啊，我们的红船要坚持啊，不能中断的。最重要的是培养讲经的法师，这个要坚持啊，真正发心弘法利生的，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照顾他。啊，成就他，让佛法久住世间呢。啊，无德毁失。这个回里头最怕的是自赞毁他。这是一切众生很容易犯的过失。啊，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啊，傲慢心生起来了。嫉妒心生起来了，要知道，傲慢嫉妒是毁佛法，是在灭佛法。这一点要知道啊！多少人我在护持，我在弘扬，但是也在毁谤，也在障碍。啊，所以我们的修行往往变成什么？功过抵消掉了，学了一辈子，到最后没有成绩可言，所以还要受业报。啊，善有善果啊，恶有恶报，夜因果报丝毫不爽，你没办法逃过。特别是在我们这一代，随时随地，你只要细心，你能看见。啊，到你看见了，警惕的心就升起来了。啊，我要有成就，我不能犯这过失。啊，我要常常犯这过失，自己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成就。红户干了一辈子，还要得卧道。得卧道里头比较好一点，你今天学佛，堕到卧道啊，受的罪比较轻一点，不能不受啊！啊，想一想，提婆达多，释迦牟尼佛在世。他跟释迦牟尼佛是堂兄弟，跟佛出家，有一个不善的念头，看到佛受到许许多多人尊敬，那嫉妒心生起来，
总想呢，自己有一天能够取而代之。自己也讲经说法，也有不少徒众跟他。他讲经回报释迦牟尼佛，标新立异。批评释迦牟尼佛，这就是违背本师立经叛道啊！还想害释迦牟尼佛，置释迦牟尼佛于死地。五逆罪里头有一个触佛身学，就是提婆达多这个故事。世尊他们这个团体是住在野外山林里头啊，树下一宿，每一天到居乐就是我们讲乡镇城市去徒步他所走的那个路线提婆达多很熟恰好他要通过一个岩石峭壁，要通过这个地方，提婆达多就在山顶上准备一块很大的石头。佛陀不从山下经过，他把石头推下去，想把佛砸死。佛的福报大了，有护法神保护。石头推下的时候，韦陀菩萨在空中用金刚杵接住，石头就碎了。碎的时候碎片砸到释迦牟尼佛的脚背，流血了，就留了个伤口了，触佛身血。五逆罪之一，这是想谋害老师啊！出什么原因呢？出于嫉妒障碍，想取而代之，造这么重的罪啊！所以佛就跟大家解释清楚，死了之后堕无间地狱，阿鼻地狱，阿鼻是梵语，就是无间地狱，五种罪业堕这个地狱。五种罪业头一个杀母亲，第二个杀父亲，第三个杀阿罗汉，阿罗汉代表老师，第四个触佛身血。这个代表什么呢？灭佛法。第五个破活合身，一个很好很如法的修行的一个团体，你造谣生事把它破坏，让大众对他生起怀疑，不再进入他的道场，
这五种叫忤逆罪也，比十恶还要严重。十恶堕地狱，这个忤逆堕无间地狱。容不容易犯呢？很容易犯。所以我们要认真学习，决定没有私心，没有贪嗔痴慢，没有嫉妒伤害，你才能够永远不退转于正法。啊，我们受别人的害没有关系，绝不可以害别人。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古大德教导我们，我们今天在海外也是劝导大家种树慈悲，来化解社会的冲突。种树，儒家说的，孔孟之道。啊，《论语》里就说：“夫子之道，种树而已也。”佛法是慈悲。啊，老子讲忠信。老子讲三宝，第一个是慈，慈悲；第二个是俭，节俭；知足。第三个，不敢为天下先呢？为什么？惹别人嫉妒障碍。啊，我们要是真正去学报人之德，别人对我的好处念念不忘啊，要知道报恩啊，不报人之怨，别人对我怎么不好，回报我。侮辱我，欺骗我，陷害我，一笔也勾销，不要放在心上。啊，反而感恩他。为什么？他来考验我，我有没有忍辱的功夫？我心地清不清净？要经得起考验，没有怨恨，没有嫉妒，没有障碍。啊，不报人的怨，分人之过，不分人之功。跟人在一起共事，有过失，我来承担。有功德推给别人，好啊！啊，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引人之恶，不引人之善。啊，我一生不辜负别人，可以承受别人辜负我。我不帮人，我可以承受别人来帮我。啊，要以身心提拔人，看到这个人可以教，可以成就，全心全力帮助他，跟人在一起共事，
一定要热情。啊，尽可能不要引起别人对我的嫉妒、障碍。嫉妒障碍，实在是人只要真正学无我了，别人对我嫉妒障碍全落空了。戒罪不跟我戒罪，跟谁戒罪？要跟得利益的人戒罪。啊，你比如讲经教学，我们造谣生事，把这个道场毁掉了。跟我戒不戒罪呢？不戒罪。跟谁戒罪？跟这个道场有缘的听众，跟他们戒罪。他们听经闻法的机会没有了。啊，戒罪从这一方面。啊，这是什么呢？断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这是一重罪。第二重罪呢，障碍如来正法住世。这两种罪就是无间地狱。啊，他没有害到我，我感激他，我还要把自己修修功德回向他。为什么？他堕地狱，希望少受一点苦。总是要用怜悯心待人呐、啊。为什么？他本性本善呐、啊，他本来是佛啊。他只做出这些糊涂事情，是一时迷惑。一定要用怜悯心去看待他。啊，不要计较，不要有报复。你会看得很清楚，他现在造的业，他将来到哪里去。啊，你要看到前面的时候，你会怜悯他。啊，心量要大了，要能包含了，不要听这谣言呢、啊，因为嫉妒障碍很多。啊，这个人是可以造就的，但是你可别惹他，他是个坏人。好了，我们就放弃了。啊，我们放弃有过失，我们没罪有过，但是他有罪。啊，他的罪重了。这些事情在我们一生当中多次遇到啊，我们自己有亲身的经验呢。我们被别人误会，别人误会我们，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啊，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弘扬正法是非常艰苦的一桩大事情，太难太苦了。啊，障缘呢太多太多了。我们自己也晓得那是好人，想帮助他，可是周边的人不许可你，啊，不同意。那只好算了。但周边这些人造业，造业他要承受果报。啊，果报不好啊！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无非是嫉妒障碍，无非是争权夺利。啊，我们这个团体太小，没有大权，也没大利。啊，有没有人争呢？有啊，不是没有人呐。啊，我们清清楚楚。我现在怎么不闻不问了？为什么呢？我希望我赶快到极乐世界，我不想在这住了。所以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欢喜，去做吧。啊，明年这个大灾难，啊，真的要爆发。我跟香港同存亡啊！我们相信灾难来临那个时候，佛来接引我。我有这个信心。好事不是坏事啊！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在经典里面教训我们，劝导我们。那我们这一生唯一的目标方向正确了，这是报佛恩呐，这报老师的恩呐。啊，六字后面，心性回归净土，做阿弥陀佛真舍弟子，啊，像经上讲的第一弟子啊，啊，我们要真干。啊，所以私心自用是非常可怕，最怕的是最怕的发生在自己，自己还不知道。啊，不是天天去反省，天天去忏悔，天天去改过，难啊，真难啊！我跟李老师十年，在那里学到很多教训，最重要的，不得罪任何一个人。他干坏事，破坏佛法，也不得罪他，啊，也不必劝导他。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劝导他，就变成仇人。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李老师在台中一生教学，我们亲眼看到，能接受的，老师真教。不能接受的，老师非常客气，告诉我，决定不跟人结恶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能接受一分的叫一分，能接受两分的叫两分，这是真实智慧。只能接受一分的叫两分，那一分他吸收不进去，你别说了。能接受十分的，你只叫九分，你对不起他，你还有一分没叫他。啊，这是教学里的最不容易的一桩事情。要常常想到，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得人生好不容易，得人生遇到佛法，要不能抓住，要不能在这一生成就，就太可惜了。啊，那要成就，你就要真的放下，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要彻底放下，
你才能够契入境界。啊，有一毫私心就是障碍，严重障碍。啊，所以这个后头这四句说得非常好。无德为妄，正见见法。啊，这是讲流传法宝。啊，不能够随自己意思改动它。啊，一定要遵从经典里面的原文原意，这样传下去。啊，幕后总结着说：“盖历经一字，变通莫说。”啊，经典里头字字句都要遵守。啊，离开经典是魔说，它不是佛说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啊。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念老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又经八句。前面我们念的这八句经文，设为全经之总结。这经快讲完了，这是流通分的最后的一个单元，有六品经。这八句话是全经的总结，净宗修行的纲要啊。世尊此会所说之长好，于此告终。啊，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长行结束了。故知此八句，设为净宗之末后句，全经之结束语也。这是在这一会里头最后的一教。下面一篇是寄送，这一次到这个地方是长行，长行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这八句理事其章，章是章写，有理有事，正足并现，有正有足，如来密藏何传何盘托出。如来的密藏是什么？发现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密藏。啊，首句常念不绝。这句话重要。什么叫常？常是不间断的，大势至菩萨
在云通章里面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多摄六根，尽念相继，常就是相继。多摄六根是什么呢？就是万缘放下。眼别去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耳别听了，没什么好听的。六根从外面境界收回来，你能够把五欲六尘都放下了，你的清净心就透出来了。清净心是真心啊，用这个心去念佛，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常念。常念不绝，今就这一步，无量寿经注解下面接着说：如本经往生正因品，辟头第一句便云：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正是此处常念不绝的意思。这部经典不容易听到。为什么？中日战争的时候，70年前，夏莲居老居士把这一部经典汇成虽然经典汇成了，没有广泛流通，知道的人太少了。在大陆上流通非常非常有限，许多人不知道。绿行法师到台湾，他亲近过夏老居士，听过夏老居士讲经，讲这个经本带了2本到台湾，送给李老师。李老师看到这个经书前面一篇长序，是他老师写的，没光写，看了非常欢喜感动啊，想到老师的恩德，在台湾讲过一遍，印了2次，大概也就是2-3千本了，以后就没再印了。
啊，这一遍讲完之后，有障碍，就有许多人批评，他就不好再讲了。啊，他讲这部经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到台中，他第二次讲《无量寿经》，用康僧开的本子，所以我听《无量寿经》是康本，不是这个本。啊，《无量寿经》听完之后，老师把下联句的汇集本介绍给我，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本子，展开来读诵，无量欢喜啊！为什么比康僧开的本子好读？言简意赅。啊，又看到李老师当年讲经的注解，他的注解很简单，就是注解在经本上，叫没注。啊，这个注子我们印出来了，老师原籍的时候我们才印的。啊，印了10000本呢，这量最大的了。流通在国内外，你说这语言多难的啊！当年我得到老师这个本子，我向老师报告，我来学讲，老师不同意。这什么原因？你年岁太轻了。万一有人批评，你招架不住啊！啊，那一次的云是韩馆长50岁，给他做50岁的生日祝寿，讲无量寿经。老师劝我别讲这个经。改讲楞严经啊，讲楞严经没有人说话啊，好像那个时候我们也这个经本白文经本印了1000本。经本跟大家结缘了，改讲楞严，所以不容易，这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啊，一直等李老师圆寂了，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多啊，偶然把老师这个本子找出来了，想到我们报老师的恩，用什么方法呢？引进印老师的注解啊，印10000本，以这个功德回向给老师。没有想到啊，在海外受到许许同修的欢迎，来找我，希望我讲一遍。啊，所以我们第一遍、第二遍都在美国，在加拿大讲。啊，从美国回到台湾，应该是第3遍、第4遍。
我记得那些年，我也是把《华严经》停住了。这个经，中本华严呐、不想再找麻烦。讲过十遍了，在美国遇到黄念老，无量的欢喜。当时讲这部经，弘扬这部经，在海外我一个人，没第二个人。才知道在中国国内只有他一个，也没有第二个人。这些年来起了作用。国内国外都知道有这个本子，虽然有很多障碍，也都突破了。我们还有这个耐心，还有忍辱的功夫。不受任何影响，我们自己认真学习。同修们不少，很好，我们的心坚定，他的信心也坚定。依照这部经典修行，念佛往生的人很多。瑞相稀有，格外增长了我们对这个法门的信心。我们要坚持到底啊，决定不改变呢。这是第十一遍，我讲念老的。注解也报念了注经的苦心呢，带着一身病，6年的时间完成注解，这是集经论。古大德注解之大成，所以他这个注是集注啊，引用经论83种，古大德的注疏101种，日本韩国净宗大德的注疏9种。总共193种注解的集大成，对末法时期往后9000年做出最大的贡献。我们知恩报恩，要把它发扬光大，帮助以后有缘人遇到这部经典，能够升起正信，能发愿求生净土，功德无量无边呐。今天我们遇到。要珍惜这个机缘，绝对不能让它空过。这是常念不绝之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